黄湘蕾贴背中年大叔显示 love， 单身挺好哦。OK OK OK， 好，对，单身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43岁名模黄湘蕾跟王世军离婚两年多，近日她到巴厘岛度假，没想到竟接连贴出与一位中年大叔的合照，状态还显示好朋友。看她跟这位好朋友是又搭肩又叩头的，小编眉头一皱，发觉案情不单纯。连网友也说啦，是男朋友才对吧？放开那个女孩了。哦，好可惜哦，交个大叔太浪费了。现在跟工作谈恋爱好不好？这离婚后桃花依旧旺盛的蕾蕾，日前无名指上的大钻戒也引人遐想，但她形容自己心如止水，重心都放在小孩身上。记者求证蕾蕾，她表示目前仍是单身中，是老友聚会出游了，别想太多，洪老师也在呀，我们都是 family。 而且和她合照的大叔有女友了呢，人家是实业家，也被写成中年大叔真不好意思。娱乐动新闻，蕾蕾表示我爱担心，有两宝就够忙了。报道。